Halo, assalamualaikum teman-teman. Selamat pagi. Saatnya kita jalan-jalan. Kita hari Minggu kita mau pergi jalan-jalan. Menikmati pemandangan. 你们喜欢看花吗? 喜欢啊。 喜欢啊? 对。 那我跟你讲。 我要去台中, 就是在枫叶那里啊。 枫叶? 我就上面。 Taman apa sih? 那个什么? 枫叶。 apakah masnya orangnya? Filet. 我跟你讲, 我等一下直接带你们去花市那边, 那里比较好停车。 好。 然后我跟你讲, 另外一个地方, 你们用手的过去就好。 我是说要去枫叶啦，枫叶那里啊。你如果要逛花市，就要哪里呢？彰化的田尾。可是我老公大伯要待远很远，他说。对啊，因为你看他从南投坐过来，然后再坐去台中。对啦。难怪他不要。不然你们就要往台南。 台南，那是你干嘛？台南呀？不要，不要待远就。很累。不会哈。很累。去待远，待台南。嗯。都阿兰，你打算去哪个地方？今天去那个地方就可以玩一天了。你想那边的事，怎么一个？ 你不怕吧？你不怕？哎呦，等下可能没得。不怕。不怕吗？ 对呀。 tapi kadang hari ayamnya gede kan ditimbang soalnya kan. Jadi kadang satu swidak, tapi kan aku jalur kayak 150. 150 bae kan dipotong kan ditimbang. <笑>对呀，每站所以时间就拉慢了。对呀，那速度一样快啊。每站就要停车。然后有时候要等车子过，它才可以走。时间就是这样浪费掉。不然那个速度快，然后又便宜。对呀。 昨天晚上还载人家去哪里欸？